啊，大家好，我其实是来报告一下我这门课怎么上的哈、哦。其实是我很懒得改考卷，那我总是希望教课有机器自动帮我改考卷，所以我开这门课，在这之前就在想这件事情，所以他更早就在开发这个环境哈、哦。那因为 COVID-19 的关系，所以刚好他可以派上用场哈、哦。我差不多到成大哈，刚开始到成大没多久，我就负责教神经网络。那神经网络，我就非常传统的教，也就是各位可以想象，需要一些微积分跟微元方程的基础，好，才有办法教。那二十年前我教神经网络，大概教了三年，我终于就放弃了，就没有再教了，因为下面会碎成一团。然后正常来讲，大概学期中就会有一半是 drop 掉了，因为大家觉得不太能够适应我讲课的方式。不过我必须承认，我其实是个不太会讲课的人，因为我二十多年来我的教学评鉴分数一直都很低啊。有两个原因，就是我讲课，奇怪，学生不太知道我在讲什么哈、啊，因为我觉得那个大概就是有个知识的 gap， 这是第一哈、啊。第二个，我其实没有办法用个有趣的方式来讲一个问题，所以。上课的方式大概就是以推导、哦、为主这样子，那其实是当然作业有点多了、哦、然后还有就是期末来求情基本上基本无用，所以就会各位知道、哦、所以教学评鉴分数比较低、哦、那去年不是去年是今年、哦、今年因为 COVID-19 的关系，所以今年在很早的时间，就是二月的时候呢，成大呢就发布了一个消息，就是100人以上的课哈，就是一定全部都要改成线上学习。那、啊、当然那个时间点有非常多，台湾有非常多学校宣称就是所有课程都要改成线上课程。那我算是非常冲突的情况之下，要把课程变成线上哈，所以我本来有投影片。可是我本来预计是就是在课堂上讲投影片，但是因为线上课程关系不能线上讲投影片，所以我就必须临时录影片、哦、那我的影片基本上不太好看，因为就跟我平常讲课一样，基本上、欸、也是你大概半个小时就会进入睡眠状态、哦、所以我尽量把那个课程大概录在50分钟到一个小时中间、哦、那你可以快转、所以临时间录上这个影片、哦啊，这个课程呢，就是打鸭子上架，3月初我们就开始完全做线上课程。不过，接下来就有非常多的问题在讨论一件问题，就是线上课程到底它的效果好不好？所以在过没多久哈，当四月多的时候，基本上四月多不到四月底哈，那很多反应就说线上课程的教学状况不好。所以学校顶不住压力，所以就后来就是说，好了，你要开线上你就继续开啊，不想开线上你就直接回到实体课程，只要能够照顾到远端的学生就可以了，原则上是这样子。所以他很多东西就回到实体部分，原回到实体课程哈，他的情况是这样子。那我在做这门课程的刚开始的时候，一直在希望。学校赶快让我们可以恢复实体课程上课，因为准备课程实在是很麻烦、哦、所以不过当学校命令发布的时候，我觉得算了，我还是坚持线上课程做到学期末、哦、那我觉得它是有原因的、哦、所以今天大概来介绍一下、我准备这个课程的过程，跟大家讲，然后我们这个 platform 怎么运作的、哦、好。那原则上是他有一个学校有个防疫室的上课流程，就是你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你需要分工。那学校有规定，你只要照教育部的规定一板一眼做，大概要做很多很多事情。那教育部就是要规定，就是说你需要做非常多的工作，然后包括你怎么使用线上平台。那大家各位知道，一刚开始大家用 Zoom 嘛，后来就会规定不准用 Zoom， 所以临时要比如说改成 Google Meet。好，然后他也规定一件事情，就是你需要演练，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哈。那我的采用方法是临时组了一个团队，那我们就用四个不同的平台哈。第一个就是我先把我的
投影片，那个很无聊的五十分钟的投影片先上传到 YouTube， 所以同学可以看 YouTube 啊。那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建立我们有个 Hack MD， 那这个 Hack MD 呢，就是负责收集问题以及其他的所有资料哈。然后上课的时候就送 Google Meet， 那 Google Meet 的话顺便就进行点名，所以我们需要点名。那点名的话基本上就用 Google 表单去做点名，因为学校要求我们要有点名记录，而且要拍照啊，所以我们就做这件事情。然后你下课的时候或者你上课中间你找任何问题，你都可以在HackMD 上面或者在其他的我们待会讲其他地方可以发问。那基本上我们教学团队助教啊等等就会进行 Q&A。然后我为了要求同学都要用 GitHub 啊，因为觉得资工系的学生不用 GitHub 有点怪啊，所以我特别的多此一举了，做了一件事情，把它放到 GitHub 上面去，就是要求你的程式必须先上传到 GitHub， 那我们从 GitHub 上面抓程式到我们的平台来执行啊，所以要求学生用 GitHub 啊。当然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后来惹很多麻烦，我们待会再来报告一下啊。所以大概上课主要有四个 platform 需要用这样子。那非同步课程我们就放在 YouTube 上面，我不晓得这个是影片还是不是，这没有影片，大概就是这样子，就是一个非常无聊的影片，你看不到我的脸，然后原则上大概就是我讲这张投影片。那接下来因为我发现其实只有我讲投影片，其实那个资料其实是有点少，所以我就会提供非常多的连结哈，比如说像以这个来看哈，我就提供一个 HTTP 的连结哈，就讲专门讲 musical phrase 在 AI 上面的应用，然后就是大概是这个投影片，那这投影片大概讲的时间大概就是五十分钟到一个小时。那事实上我提供的连结，我为什么提供连结呢？因为我录完之后我就发现，啊，连我自己都没有办法一个小时看完，因为。不瞒您说哈，因为我为了做这影片，我也上网去看 MIT 的教授影片，看 Carnegie Mellon 的教授影片。然后我有一天坐在那边，那我女儿有来啊，她跟我说：“哎，爸，你睡着了。就”就那年纪大了嘛，看一看啊，睡着了。所以我就发现我觉得这样子的投影这样子这种，不管你是这样讲投影片，还是用侧录的方式，就是我写黑板侧录的方式，因为我看了大部分的影片，大概就是教授在那边讲他写黑板侧录的方式。那不管这两个方式，我觉得对，至少对我来讲我的接受度是不高的，因为我真的看到一半，就是大概三十分钟，我就会想睡觉啊，所以会碰到这个问题。所以我在我的这份投影片里面呢，我就。放了非常多连结，这个连结就是请你假如觉得不爽老师讲的，请你点另外这个连结去看另外一个人讲，因为我觉得另外一个人讲的比我好，但是我们一定还是得做投影片，因为不然学校会说我们没有尽责讲课，所以原则上是如此。我做这所有事情就是有时候是为了防弊啦，心力啦，然后怕人家检查我这样子，因为传说就是说有人讲啦，就是说假如教授都只有 放影片的话，那教授就不用上课了嘛。那因为就不用上课的话呢，那就是教授没有尽责啊，那是不是应该扣教授薪水等等啊，对，大概就这样。所以我准备这个投影片大概是差不多五十分钟到一个小时的投影片。我猜想没有人会老实把它看完，那大概就是快转把它看完。但是因为我提供了非常多的连结，所以你只要把那个连结每个连结整个都去看完的话，那大概会足足超过三个小时。大概是这样的第二个就是我也提供一些比较像网络的连结，它不是影片类的，完全是基础知识的。那基础知识讲你要看的话，我觉得大概一个礼拜的 material， 你大概得大概十个小时大概差不多，所以大概是这样。所以我就先上传这个影片，然后所有的 information 我就在成大的 Moodle 上面会公布。那所以我就把它上传完了之后就放在这个地方，然后就有这么多我们上传的影片就是这影片那也可以点的就可以看了，所以我有提供连结，不过虽然不太建议各位看，因为实在蛮无聊的。然后接下来就是视讯同步的过程，视讯同步的过程就是用 Google Meet 嘛，大家都知道。那接下来同学就上传就登录进来，那我们就登录进来之后，我们就会去计算一件事情，就是同学有没有，我们就利用这个来点名，原则上那点名但是
其实我也不晓得是谁，因为有的同学会用他的名字，因为像静瑶他用他的名字，他其他人就只有一个学号或是只有一个英文代号，原则上 我也不知道。那以我的年纪来看，一百个学生应该我也不太可能去记得一百个学生的名字跟他的脸，我应该是对不起来。不过后来发现这件事情 是个好事，就是老师不认识学生，学生不认识老师，是一个好事，真的是个好事。那我们就用 Google Meet 去做这个课程，所以可以看。那刚开始做这个课程的时候其实是这样子，就是我们要求同学在上课前先看影片，然后你再来问问题，所以原则上就是如此。所以上课前是不放影片的，影片你自己看，那接下来就问问题。那我刚开始在想一件事情，就是我应该三点上课，应该三点十五分点完名我就可以下课了，因为照往例我的课不会有人问问题。我说问，同学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盯三分钟之后我们就可以下课。所以那时候心中有个美梦，就是我三点十五分到二十分我就可以下课了。那就刚好就是符合学校猜测的，就是教授基本上不讲课。不过后来发现我错了，因为好像事情不是这样子。事情的方式就像变成这样的，像有个对话，我不晓得是对话，因为这是我自己截下来的，截下来截图下来的对话。对话就是比如第一个，老师，我用300万个 frame 去训练我的 model， 结果还很差，那为什么？各位可以发现，用这种方式问问题，基本上老师是很难回答的嘛，因为没头没尾。但是这个就是基本上大学部学生，就是二三年级学生会问的问题的方式，因为他一定是没头没尾的，所以问这个问题。那我也不知道啊，哎呀，然后我就开始猜啊，哈，他说因为你不，譬如说你在 H device 上面，你不见得可以用 NN 哈，因为他用 NN， 同学都觉得说只要是 deep learning， 我开十层，每一层有100个 neuron， 那他一定会解决所有的问题嘛，同学都这样想。一刚开始来上机器学习的时候，同学都会这样想，所以他一定可以得到答案，然后带进去之后就 work 了。但事实上是不 work， 因为待会我们讲一下我们的 game 哈，就是它基本上有一些计算量的限制，那就是你 complexity 太高，基本上是不 work。所以我通常都会开始在猜啊，你可能计算量太高了哈。第二个就是我看，可以说明你的 features 跟你的。我要 output 什么？现在看不太清楚。然后同学就会问说啊，那我就是用 X Y 坐标等等输入进去，当成我的训练的资料啊等等。所以这个同学用300万张 frame 去训练这个 data， 其实上是资料量已经非常非常够，可是出来的结果是不好的。那这门课刚开始就是希望同学是接受一下挫折。为什么我的程式上载上，然后开始执行5秒钟它就挂了？就是希望让大家体会一下挫折哈。我这门课希望体会一下挫折，而不是体会成就感。我觉得大学生体会一下挫折其实还不错的哈。对，那我觉得其实还不错。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对话过程哦。然后接下来开始有人问啊 ，model 怎么修正啊，什么之类的。那我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是这么做的，我就是直接嘴巴回答就算了。接下来就有同学讲，老师，你讲完我就忘记了。那我说那怎么办？那接下来同学说，老师，那你可以先把它打下来嘛，先打字，然后再讲一遍。所以各位知道哈，我这学期经过这学期之后，我的打字速度就瞬间增加一倍，这样子，就为了大家打一打。所以我就这个是比较后来的哈，所以就开始打字，打完之后解释一遍，打完之后解释一遍这样子，然后让同学可以理解一下说他大概的问题是什么。但是其实我们在远端，那其实同学也不太知道他的问题。可是我觉得这已经是个好现象了，因为在过去是没有人会问问题的。然后还有一件事情是最棒，我刚刚讲了，同学不认识老师，老师不认识同学，其实是一件好事，因为同学不太希望让老师认识。对，我 somehow 新世代的学生，我这边应该有年轻人，你们希望老师认识你吗？对，可能不愿意嘛，除非老师可以帮你写什么工作推荐信啊，什么之类，你才会不好意思，你才会勉强去见他。好，大概是这样子。所以我发现，因为老师不认识学院，学院不认识老师，然后他的代号常常，像这个同学还有他的代号。好啊，有的同学基本上就是一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所以他问问题，可能同学也不知道到底。
他是哪一个同学问，同学之彼此间搞不好也不知道。所以就是问问题，当你不知道我是谁的时候，我可以问一些蠢问题。但是你知道吗，我们台湾学生大部分会被训练，就是说我在课堂上面我假如问问题，这个问题一定要有意义。人生为什么需要那么多意义呢？应该不要吧，人生大部分都是没有意义的嘛。比如说我们吃饭就很没有意义啊，我常常觉得吃饭很麻烦，因为吃过饭之后你的血液会冲到脑部，然后就开始昏沉，然后就失去了事情的判断力这样。尤其我这个年纪，就是一吃了饭之后我就大概两个小时直接没办法思考，所以我觉得吃饭没有意义。所以他可以在这个上面问没有意义的问题，就是问那个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用他很认真的收集了300张图去训练，可是出来结果就不好，但是他也不知道原因为什么，可是他很努力了。我觉得我可以从这个上面看到这个学生的努力，然后期末又可以加分一下嘛，不错，会记录一下。所以这是我们一些对话，那这是另外一个精彩对话，我不晓得可以让大家看一下对话。哦，对话当然就是有一些就是好棒棒啊，加油啊什么之类的，这个就会出来，就互相鼓励一下哈，师生互相鼓励一下，我觉得这不错。好，所以各位大家可以看一看，大概是这样啊。有的就会开始问比较难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地方是在讲加强式学习的部分。老实讲啊，成大资工系现在已经没有工数了，没有工程，就工程数学是选修，所以就大部分学生都不要修啊。为什么不要修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学生一直在反映，可不可以把工数拿掉？可不可以把工数拿掉？那讲了很多年，然后后来发现，台大已经把工数拿掉了，就台大资工也没有工数。那成大过去的方式是台大做什么？台大可以做，我们就跟着做这样。台大假如还有公数，那我们就不会杀掉。但是因为台大没有公数，所以我们就把公数也拿掉了。各位可以知道一件事情是，当你把公数拿掉，那有些东西就没办法讲。不然我这学期就在讲公数了。那这门课的前几年是没有讲加强式学习的，因为我认为加强式学习应该是在我这门课的下一门课，就是胡敏君老师开的课，因为我这个是跟胡敏君老师是系列的课程，我先教入门，胡敏君老师教进阶，所以加强式学习应该是在进阶的课程里面会讲。可是问题是，网络上面只要是打这个游戏的，几乎全部都是加强式学习。那我不讲加强式学习，就同学就会抱怨啊，所以我这学期要讲加强式学习。然后我就问这100个学生，请问一下，那个有没有谁不知道 Markov process 的，就是马可夫模型啊，就是108个学生里面没有人知道什么叫马可夫模型，那要叫我怎么办？所以我知道从马可夫模型开始讲，所以这一张投影片是在讲，刚好是在讲 Markov 那个 process， Markov decision process。 因为你要讲加强式学习，我认为就是我的老习惯是希望从最早的他怎么被加强式学习怎么被发展出来，那基本上他是从 Markov chain 开始的，所以我就开始讲 Markov process， 然后接下来讲 Markov decision process， 然后再讲 policy function 跟 Q function whatever， 要讲这些。那你看啊，这个时候学生就会开始问问题了。以前讲这种学生完全没有修过东西的时候，他是不会问问题的，可是学生会问问题。当然学生问问题通常很在乎一件事情，我怎么样可以赢嘛，怎么可以应用它？那我们就跟他讲，其实最后呢，你只要把那个 policy function 跟 Q function 的 Q table 去训练它，训练得够好的时候，它基本上就会慢慢 performance 会越好。这其实是学生需要的答案。可是那我们就引导他开始从理论上面理解。所以你看他开始会问这个问题哦。所以也就是这是在过去我的课堂上面从来没有出现的问题。那当然这还有一些问题，我们就最后下课之前大家都会说拜拜啊，然后你看我就会讲啊，我好感动啊，对大家问了这么多问题，那同学其实就蛮开心的。这同学开心我就其实也蛮开心的，就他问了非常非常多问题，而且是很根本的问题。那我们的基本上有个线下可以及时发问，那就透过 HackMD， 那 HackMD 就有人开始问问题啊，比如说这个什么东西上去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回答这个问题。好，
我们就会在这里回答这个问题。那原则上，同学任何时间都可以在 HackMD 上面打问题上去。那我们呢，收到之后，基本上应该是两天内就会在上面回答。那回答完之后呢，左边哈，左边跟右边就是一个是精华版，啊、一个是提问版。这是提问版，你随便问什么问题都可以。那刚开始有学生回来问，还说上面问一些奇怪跟课程完全无聊的无关的问题，比如说啊，这个今天要不要上课啊？这门课为什么搞得这么麻烦啊？等等。好，但是后来这些问题就没有了，学习中间那一半就没有了。那我们就觉得，哎，这问题是很恐怖，因为一个礼拜哈，这问题就累积一堆。后来我们就开始删掉，请助教做一件事情删掉，那就做一个精华版。所以以后同学就是啊，比如说5月7号那一天的课程，那精华版就在这边。所以你假如万一没有来或者忘记了，你可以直接看精华版。好，所以就变成是这样。那后来就演变成上课的时候，他也不想在上面问问题，所以他就直接打在 HackMD 上面，好 ，whatever。然后或者甚至打在 Facebook 上面哈，我们有个 Facebook 社团，因为他讯号比较及时，他可以打在 Facebook 上面。那最后的助教就是很辛苦，助教就是一直在看在所有的平台上面到底有谁在问问题。然后助教会做一件事情，他可以回答了，他就自己打上去就回答了。他不能回答就丢给我，那我就当场回答，就像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就是啊、上传程式平台就是 GitHub。那我们就规定学生哈，他一定要上传到 GitHub， 那一定要有版本的观念等等等等。那他只有上传到 GitHub 之后呢，我们从他的 GitHub 上面抓，就这样子。我们平台从 GitHub 上面抓。那这是我的一个理想啦，因为我觉得啊，学生应该要会 GitHub 啊，你以后要当程式设计师不会用 GitHub 那很怪哈，这主要是做版本管理的问题。可是后来发现它不太好用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考试的时候，考试其实就是大家上传程式上去，然后我们的系统就会去抓上面程式来执行。那我们在 GitHub 上面，它有一些 token 的问题，somehow没办法解决，最常跑一半就会当掉，就原因都是GitHub 平台跟我们之间的平台中间沟通的问题。后来发现有点麻烦啊，那我们应该会改版了，就是算了，就是啊。要不要用是你家的事哈，你可以直接上传你的程式到我们的平台上面，我们直接吃了就可以执行哈。所以GitHub 的状况是这样子哈，所以以后应该会把它拿掉哈，就是它直接在我们平台上面直接打 code 就可以执行。然后我们就多元沟通平台啊，就利用成大，因为我本来是不太想用 Moodle， 可是学校规定一定要有，所以因为照我的机制来讲，因为没有 Moodle 其实也无所谓。不过 anyway， 因为一定要有 Moodle， 所以我们就有 Moodle。那有 Facebook 社团，就是随时公告，随时公告。那 Facebook 社团呢，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同学会在上面交换讯息。什么叫交换讯息呢？因为我们比赛正式比赛之前，通常有个预赛。那接下来你只要去看预赛，好，那第一名的，我们之前没想到这件事情，就是预赛第一名的，他的 model 通常是最好。那就有同学会去下载那个第一名的 model 回来改。然后当然就被抗议，因为在 GitHub 上面，因为你只要连接有，你就可以直接进去抓程式了。那我本来想法是说不要管了，因为我们就 open source 嘛，你自己辛苦做出来 model， 那跟你的训练资料就给同学用一下，应该不会死啊。哈，不过后来发现我错了，就是好多人抗议，就是说不行啊，老师这个那。同学就是抄我的啊，那他万一他，你知道这个比赛有运气成分的吗？万一比赛的时候他抄我的，我又输给他，那我不是很冤吗？所以抱怨一大堆，后来就大概就这样子哈。后来我就把我们这些资料，把历届的修课资料放在上面。事实上就是说，你可以参考去年学长写的程式啊，哈。本来是你也可以参考今年同学写的程式。那后来发现一堆抱怨，所以只好说好了，算了算了，就是你可以参考去年的程式。不过我们后来就越做越难一点哈。然后我们原则上大概有三个 game， 这个其实是模仿 MIT 他那个 Lex Freeman 他的课。Lex Freeman 老师他的课基本上是开在大学部高年级或研究所的课，做 self driving car 的。
那他的上课呢，前面的作业大概就是用 OpenAI 菌上面的打砖块啊，打乒乓球这个方式来当学生的测试作业，就是你 really understand 这个 model 要怎么使用这样子。那我们第一年哈，去年还没有 COVID-19 的时候，我们就打砖块跟乒乓球。那我发现这个有点 too easy， 所以我们就今年做了个赛车。那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呢？因为我不想改考卷，老了，我也不想我的研究生花时间改考卷。我觉得那也浪费他们时间。最好的方式是什么？最好的方式是上网比赛就好了。所以我们的方式就是，所有同学上网把程式上传上去，我们就开始比。比如说乒乓球嘛，你开始打松败淘汰制这样，打三个小时之后呢，第一名就是99分，第二名就98分，第三名就97分，那就搞定了，我连改考卷都不用。那当然，这种比赛大家有运气成分。后来也有同学抗议。老师，这个运气成分太大了，我明明平常都打赢他，为什么？可是我正式比赛就打输他，那我就比他落后好几名，那他又不甘愿，所以我们后来知道打双败淘汰制，所以没办法，本来一个多小时可以搞定的，就搞了三四个小时，因为同学很在乎那个成绩。那其实我也可以理解嘛，因为成绩好申请研究所比较好嘛，对不对？就这样子。好，所以我们就架了这个环境。这个环境其实是因为我懒惰，我不想改考卷。所以这个环境什么时候开始做呢？实际上从前一年没有 COVID-19 我们就开始做了。所以我很庆幸呢， COVID-19 来的时候呢，同学不用再教程式。以前是同学要教程式，那现在不用了，同学就用 GitHub 直接上传就可以了。那我们就完全见不到同学，同学也不用来，什么都不用，你就反正就把它上传就可以了。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比赛这样子。那我给各位看一下那个比赛。哦，对不起，这个游戏平台分两个哈，一个是线上版，一个是线下版。因为后来我们就决定，因为要放到云端上面去嘛，那微软蛮好心的，给我3500美的 Azure 的 free quota， 那就给放上去。那后来我发现我不能够让同学在这个平台上面 train 他的 model， 因为3500美以下就会爆掉了。那成大显然不可能付我钱嘛，哈，你知道，成大基本上各位只要发现，像我有一年啊，就是出国去，然后参加一个会议这样子，他突然回来说不能报怎么办？不能报就算我自己的，哈，原则上是如此。所以我后来有一个线下版就是 training， 请你在你自己的机器上，你的自己的电脑上面 train。train 完之后，你再把你的 model 放到这边来。所以我们有个线上版跟个线下版。线下版就是这是为了省钱。当这个微软或者是 Amazon 愿意一年给个大概10万美的 quota， 我就学一下 Kaggle 这样子，就是各位知道 Kaggle 吗？ Right？ 好，我就学 Kaggle 一下，大家可以上来，可以上来。我在等那一天，就是那我就可以把线下版拿掉了。现在是因为没钱，所以没办法。那游戏的方式大概就是这样子，各位请看一下，大概是一次可以比两场。因为我没有办法开太多 VM， 开太多 VM 我怕我那3500美又一下没了，所以那原则上就是 A 同学跟 B 同学对打。那这是各自的 model， 他对打，打完的时候赢了就晋级，输了就进入败部这样子。那一次可以打两场，一次可以打两场，大概是这样子，打到有人死为止。当然有的像在打乒乓球的游戏，有的不太好的地方就是因为假如他们两个 model 都非常好的话，那这个时候球是会加速的，球会快到你眼睛看不见。你假如是打 OpenAI Gym 的那个 model 的话，它的球速是不变的，所以你永远打不完，不会分出胜负。可是我们的球会变快，球一旦变快，反正就有一个人会倒霉会死嘛，那就败部啊，没办法，哎呀，这个就是运气的成分了，好，就是这没办法，好，但是至少同学也没有太抱怨了，第二个就是这个吧，这个怎么是黑的？他不理我。好，他不理我，那各位就不能看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游戏，不好意思，另外游戏其实比较精彩啊，对不起，另外游戏比较精彩，另外游戏是赛车，就是赛车，就是有个赛道，有六个有八个赛道啊，上面可以放四辆车子，有电脑的车子跟四个同学的车子上去跑。那原则上就是你的车子碰到电脑的车子就会死，但不过我们电脑的车子会控制一下，不会主动去撞你，除非你自己去撞它。那刚好有另外一个状况，就是那个同学很白目，他都去撞别人。那当然又有一堆抱怨，老师，我平常都没事，可是就是被同学撞的，那我怎么办？那我就落入败部了。我说那你就认了啊。我说你开车在高速公路上面，然后你很规矩，别人撞你，然后你死了，你跟上帝讲这不公平，那有用吗？没用嘛，就是老天嘛，对不对？还有就是你的车子上去的时候，也有同学抱怨，因为电脑的车子是 random 产生的。那有的同学他上去之后就会发现，哎，老师不对啊，因为为什么我的车子旁边那个电脑车子特别多？那我也不能控制啊，对，是反正是 random 产生的啊。所以后来我们就反正会帮同学对调一下位置啊 ，shuffle 一下，所以就会让这个考试时间变得更长。考试时间正常来讲，只要单淘汰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就可以全班考完。那后来呢，搞到五六个小时才考完，因为同学有太多要求啊，就没办法。然后后来到学期末的最后一周，就是有个现场比赛，因为学期末最后一周学校已经解禁了，那我还想看看同学长得怎么样，因为我一整个学期都没有看到他们。后来我们就办了一个现场比赛啊，办了一个现场比赛呢，其实我们平常上线很多啊，办现场比赛都没有人要来，都没有人要来啊。后来我知道买披萨跟可乐，所以报名的人就开始超过，就比较多了。那后来就觉得又有点少，才四十个。后来我就提供奖品，这样子，就是冠军。你只要是打冠军，你有来，你才有奖品啊。你只要打冠军没有来啊，奖品就给亚军，就这样子。所以人终于就变多了啊。那刚刚那个我们有开直播，这个也是有开直播的，就是开直播哈。开直播同学都会看，你知道为什么会看吗？因为知道谁第一名，赶快把他程式下载下来。然后这个是我们就会有，没有声音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声音，大概这样。这有，就是这个是现场啊，我们就会看啊，同学大概大概就来了，刚开始来了大概五十几个人啊，但是这个已经到最后了，因为他已经输了，所以他就走了，因为奖品没希望，他就走了。还有他披萨也吃了嘛，可乐也吃了，就吃饱了，这样子就走了，好。大概是这样，就有点吵这样子，因为，最后就送出礼物，礼物有两个，一个是键盘啊，机械键盘啊，一个是 JBL 的蓝牙喇叭，价值3000元哦，哎呀，我自己买的，就这样子，修这课还蛮幸福的嘛，哈，原则上是如此，所以就是送出精美礼物，然后就搞定了。好，那原则上呢，教学团队分工大概是这样，就是我负责授课。负责拍影片啊，负责回答学生比较专业的问题。那我们有个外聘讲师，外聘讲师他就负责游戏平台的教学跟维护。就是我刚好好运啊，就是我上学期就已经跟学校申请说我要有个业界专家来帮我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好命，就是已经申请完了。你只要开课才要申请，那是没有用的，因为那必须前一个学期就申请。那我刚好申请了他，然后我有三个助教就包括哒哒哒就做这些事情，解决学生困难。所以助教其实非常非常辛苦，因为三个人对付100多个人，然后其实学校只有给我两份助教的薪水，那成大助教薪水又很低，就我常常在抱怨，但是也没有用，那就阿斗就只能这样子。所以当我的学生比较倒霉，因为我常喜欢这个搞一些奇怪的东西，然后就把学生搞得很忙。好，那我们的筹备就是课前啊，课前有筹备，课前筹备就是要做这些事情啊，准备好投影片啊，然后录好啦，想那请同学开始看等等等，然后其中就是点名，这些东西都是学生要帮我做，然后接下来课后呢，就把影片、把聊天室的内容、把 HackMD 所有的东西全部整理完，最后变成精华版，这是整个的工作。
所以就是同学，你可以在一个礼拜里面的任何时间提问题，然后不管是上课的讨论的录影，还是影片录影，还是说问题，全部都可以随时都可以看，因为就全部都上云端了啊，所以都可以看，所以整个进行下来就就还算蛮顺的啊。然后会议平台选择当然是这样，就是就是教学团队在开学的一个月内就开始测试各种远端上课课程，然后进行多人然后登录，这我们就开始在做了。那游戏平台的架设是因为前一年就已经先架了一个不是 Azure 版的，那我们就是在上课前我们就先开始在架了哈，架 Azure 版，然后就做这个平台架，所以这个课前的筹备是需要做的，因为你假如没有做筹备，你原则上是没有办法的。那课前筹备还包括一个东西叫演练啊，就是演练啊，这就是演练的过程，给各位看一下。哎，奇怪，哎，不行，又不能播影片了。哎，好，哎，没关系，好，那不能播影片，这个其实是不用做的，因为其实前面的两三个礼拜我已经陆陆续续都有在做了，可是我上课上到第三个礼拜，决定第四个礼拜要开始全部转线上的时候，突然间教育部规定说，哎，你要有课前线上课程的课前演练的录影存证，所以我没办法，只好再把同学叫过来，然后再录了一次，跟教育部证明我们有演练，哎，就这样子。所以本来是不需要的，所以我们就做了课前演练啊，当然就是让同学每一个人把他的手机或者是平板或者是笔电拿出来，那就把刚刚各位听到那个上课的过程全部 round down 一遍 ，make sure 没有问题，有人有问题就赶快举手，就这样子。那包括那个平台的使用也都是在前三个礼拜大概就已经演练完了。好，这课程的出席率我必须要讲了，因为都是线上出席率，他只要点进来就有了嘛，所以其实也不具任何代表性，可是给各位看一下，因为这必须给长官看的。第一天第一次点名，那当然就大家都有来嘛，可是其实开始线上课程开始，其实有点进来的其实都还蛮高的。第四次这个点名刚好是期中考那几周，所以它掉下来了。那后面其实有上来的人还是蛮多的，就是上来，然后呢大部分的情况之下，就是上来的人通常有 80% 会一直到整个课程结束，我跟大家说拜拜他才会下线。那不晓得他是挂在上面有没有在听还是怎么样，这我没办法预测。因为假如教育部跟我们讲说我们还要知道学生有没有努力在上课， 那我就不知道怎么办。好，然后这就是我们的platform， 就是这个 platform 的情况大概这样，就是登录从这里进去。不过这 platform 做的比较阳春一点，那这个我要谢谢在场，不晓得有没有在场，这个就是好想工作室的 Howard，在非常忙乱的期间之内花了好几天的晚上帮我架起来的，我就感谢 Howard。 然后他的后面的那个 game 的 engine 我要谢谢李坤义，他帮我们架后面的那个，他今天也在场，架后面的所有的东西，那所以才可以让这个课程在很惊险然后又一直在 debug 平台的过程中间可以安全的度过这学期。好，课程遇到的挑战是什么？当然第一个就是平台的不稳定，因为真的是急救章做起来的。然后原则上是如此，就是还有包括同学他其实不习惯这样的方式，这个是第一个我们遇到的问题。第二个就是我讲说程式作业抄袭的问题这没办法。后来我们就改采隐私模型，因为其实我也不知道有隐私模型，后来是同学告诉我的，就开隐私模型就好了。那接下来就是翻转课程的可能性，就是四张的会议平台是不是能够有这么多的修课人数，那第一个。然后我们基本上本来是三点就开始，那后来同学说老师你可以保留前一个小时让我先看完影片嘛，所以后来我们从四点再开始。那自从这样做之后呢，非常有趣的是我每次都搞到六点多，有时候六点半才下课，因为都在问问题。你可以想象吗？你在电脑前面超过两个小时，问题一直从聊天室跟那个
HackMD 上来，然后我一直在回答问题，然后我还是打字，打完之后再解说，那两个半小时。所以我每次下课之后，我都得去我的办公室躺40分钟，我才有办法回家，不然我中间会出车祸。那我本来在想说，我不是3:15就可以下课吗？后来都搞到6:00多才下课。然后陈大哈，还是某教育部某长官或者某长官都会说，这个线上课程不是很容易吗？不会把影片播完就好了。其实真的没有，因为我还这个多付出了我的工时。然后因为每次录那个影片，我每次都录得不太好，那所以都会重录，所以录那影片又花了我好几个小时。所以我为了整个备课，我上学期几乎都把自己的给耗光了。不过 anyway 就这样。那我们这学期竟然还提早一个礼拜开学，真是因为说上学期少一个礼拜。然后事实上因为我上不完，所以后来我后来是学期结束之后我才又加了一个礼拜才把最后的比赛比完，就刚刚各位看到那一个。那这是学生的回馈啦，学生回馈我们要让填好的嘛，共有 85% 的同学填四分以上啊。同学因为填答卷率很填这个很高，以前我们发这个请他们填那个上课回馈答卷率都很低，可是因为现在在网络上，所以就很容易，因为说在 Google Form 上面大家就填一填，就是这样子。然后就是就是会不会推荐同学以后修这门课 98% 以上，这是我有史以来最高的分数。就是大部分同学修了我课之后都会说，不要再修苏老师的课了，除非你不想考研究所啊等等，或者是不要找苏老师做念硕士班，不然可能要再把大学部再念一遍啊，像这种。所以这个大概是这样子，觉得这门课很有收获啊，大家非常同意的是这样啊，然后同意的是这样啊。这个是会不会推荐同学啊，会推荐的也超过80%。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有成就感，所以当那个大会找我要来讲的时候，我就想我就要讲这题目，要告诉大家其实线上课程可能会比实体课程还要好，这至少是我个人经验。然后学生回馈大概就是这一些，就是他们会填啊等等啊。为什么会喜欢啊？有很多人填啊，有比赛很刺激，然后竟然有这一条，就是教授讲课详细，愿意花时间回答学生问题，竟然有这一条啊！因为以前的学生都觉得我讲课不清不楚，啊，现在竟然会有这一条，我也觉得还蛮讶异的。那原因其实我觉得后来我发现，其实现在的学生其实他是网络原住民，他习惯就在社群媒体跟你沟通，习惯不要看到你。所以我发现这样子的上课方式非常符合大家的习惯，不是吗？那你知道我们在做资工的很多人，其实我们也不需要去上班干嘛，我们有个电脑就行了。假如各位知道嘛， Google、Facebook 到明年都还是线上上课啊。那 NYU 更是已经直接宣布接下来这一年全部是线上上课了嘛。其实是大家是可以习惯的。好，所以原则上是这样。所以你看很多人喜欢的比赛的部分是好喜欢看比赛，其实那比赛其实蛮无聊的嘛。各位知道，然后不用考试用比赛评分，但我想得高分的欲望就像这样子，就是比赛不是考试。那助教很 nice， 助教却很 nice， 助教每次都跟我说，老师给这个同学加分一下嘛，然后我就加分，就这样子等等。所以对就是这样子。好，现场比赛还有点心，有很多实作机会，因为修这门课大概就是写code要写到有点疯掉这样子，因为一个学期有4次，一个学期有4次，就是考4次这样子。然后前2次的话还有 pre-contest， 就怕同学不熟悉这个平台，先让他们先上去一下，所以严格讲是6次，所以大概写非常非常多的code的，所以有很多实作机会这样子。所以我的时间可能快差不多了，我赶快结束一下。所以我觉得值得参考的地方就是他们说嘛，就是考试题目跟方式很有趣，很有刺激性，然后有自由度，然后同学比较投入，真的是比较投入啊。因为其实不是只有上课课堂会问题，私下都会问问题，所以你看那 HackMD 问题非常非常多。然后非同步学习可以增加很大的学习弹性，刺激同学的自学能力，
对的，这是学生讲的。可是我们大部分都讲说非同步学习基本上不行嘛，所以一定要同步学习。可是其实不是，我至少在我这门课里面我没有感觉啊，非同步学习是一个不好的方法啊。同学讲的啊，这不是我讲的。然后线上同步上课不用到现场，使同学参与度明显提高。你看他人不来他都有参与度，你把他关在教室里面，规定每个人都在教室，然后每个人都点名，没有来的话就扣五分，那这个不是自愿的啊。所以他人在这里，可是心不在这里。反正下面大家全部都摆入笔电嘛，哈。我以前上课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就是我有助教在帮我后面偷偷拍照片。我在上面讲课，那同学的那个电脑萤幕上面是 MBA， 可现在不需要嘛，你不用管他。我认为其实是你提供一个好的方式，然后你相信同学。就是你提供好的课程、有趣的课程，刺激他学习，相信同学。我相信同学没有人不想学习，没有人不想因为修这门课之后，因为他就终于懂了，哦，原来这个PyTorch 怎么用啊 ，TensorFlow 怎么用啊 ，SKLearn 怎么用啊，然后以后可以把它用在他的工作或是他后来研究里面。我相信没有任何同学会只是来学校耍废，我不相信。尤其是你都进了成大了，我不相信。所以你要相信同学，但是为你其实是我以前的课，为什么大家同学都在睡觉？原因就是我那个讲课方式，其实大家没办法接受。可是我后来发现，我跟他隔了一个网路线之后呢，我发现很多问题就解决了。因为反正他不想看到我，那我也不能看到他。但是我们透过网路线，就好像在网上面聊天。那同学在那个聊天室里面，有时候也会呛我一下。那呛呛就给他呛啊，因为我不知道他是谁，那他还敢呛我，因为他也不知道，他知道我不知道他是谁，所以，好，待改进的地方是点名花很久时间，然后 Q&A 有一半的时间是在等待，这个是希望透过其他方面在那个，那考试题目可能跟运气有关啊，造成同学会感到不公平，可是我们就透过比更多次，好，把这个不公平跟随机的部分把它拿掉，所以这个大概总结大概就是我们在做的。那这个平台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因为经过一个学期然后100多人在试用，所以我们后来决定要大改版。那先跟各位讲一下，我们改版之后呢就会把它放在网络上面，然后我们接下来把我们的所有的教材放在上面，把过去的范例程式也放在上面。那还要做一件事情，只要各位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让你上来，然后就开一间教室，这间教室就是由你来 host 你的学生。也就是说，我们觉得，假如各位对觉得用打 game 来学 AI 这件事情是 make sense 的话，那欢迎你来使用我们的 service。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你可以上你的课。那原则上，假如各位要用我那个无聊的那个影片也可以，反正它都会放在网络上，然后你就可以让学生做这件事情。那你所需要做的事情。Maybe 就是 repeat 我做的事情，就是你上课回答一下同学的问题。那接下来最棒的地方是你不用改考卷了，因为自动会把分数帮你算好，那就可以了。那我希望这个 platform 很多人用，然后微软或者是谁每年给我$100,000的 quota， 那我就可以让大家在上面 train 了。因为原因其实还蛮简单的，因为因为 inference 的时候其实没有花非常非常多的 computing power， 可是 training 的时候说需要。那有的同学他的电脑是装2080的显卡跟装1050显卡，那你觉得谁会赢？就是有钱。那我知道有那种工作站可以装4张显卡的，那当然会赢啊，所以原则上是如此。所以我们以后应该是，假如有足够多的经费，就是为了公平起见，就是全部到我们网络上面来，到我们上面来啊 training， 那就是公平的。那我希望我这个经验提供给大家，希望说大家翻转一下大家的想法，说一定要实体课程才会有温度。我发现是错的，实体课程反而没有温度，我这样温度超高，因为我大概6点的时候我都已经烧完了。那我就得回去睡觉这样子。好，我觉得是如此。所以有很多会议
有很多根据这个线上课程的讨论，都在讨论线上课程是没有效率的，是没有温度的，没有教学效果的。我其实很怀疑一件事是：第一，提这个意见的人自己真的用心做了一次线上课程吗？第一。那第二呢，是你假如没有真正做一个线上课程，那你怎么能够说线上课程没有效呢？所以 suppose 你应该是去 try 一下，但是你用一个很方式去做，但是我后来有在网络上面说其实这样很好，可是我觉得其实这是不公平的，因为这样搞的话呢是劳师动众啊，也就是说我研究生可能就好几个月什么事都不要干了，都在做这件事情了，但我可以接受了，但是我的研究生也因为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其实自己其实蛮有收获的啊。哎呀，这原则上是如此。好，那其次就是说，这样的资源在资工系、电机系里面非常容易取得。以我们在资工系跟电机系，我们研究生至少是八个、十个研究生以上，所以我们要拉一群研究生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其实 是相对容易的。那你只要叫台文系的老师来做这件事情，那他不就死掉了吗？就是因为他没有人可以帮他做。我觉得这其实还是一个问题。假如能够把像这样的线上课程的机制变成是一个 sort of 一个 automatic 或是 whatever 任何方式来协助老师，让他在无痛的情况之下可以用这种方式来上课的话，那我觉得这是台湾之福这样子。也就当全世界你去看 MIT、看 Stanford、 看 CMU 的老师还在写黑板然后侧录，不然就讲投影片在侧录的方式在上线上课程，那台湾用个非常进步的方式线上课程的话，那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可以利用这个疫情的关系，事实上可以试着把台湾往前再推一步。那我今天 talk 到这边，谢谢大家，谢谢。我开放问题啊，感谢，喂，好，感谢谢谢，感谢苏老师带来精彩演讲。那现在大概还有八分钟的时间可以进行 Q&A， 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举手，然后工作人员会把麦克风传递过去。对，现在有人有任何问题吗 ？OK， 喂。老师你好，我觉得这场是很棒。然后我想问的是说，因为可以看到线上之后，也就是上线之后，有蛮多学习其实是在课堂的时间之外，那包括他看影片啊，然后或者是他们要去整理那些 QA。那如果在接下来就是你要继续改进的话，你觉得最精华的教学的那个就是教学的。我们说步骤好，就是哪一个面向会是最精华，要在那个课程的那个时间，大家都在那个时间做的这样。我觉得这门课我可能有个部分没有做的非常好的，而同学很想知道的，就是请问一下，这个 game 要怎么样才会破关？怎么样才破关？也就是同学会很在意一件事情是，我们怎么取特征值？取特征值，但是大部分人在学 AI 的人，大部分的情况之下是这样子。比如说你去上外面很多课程，原则上就是你上了这个 AI 课程完之后，然后基本上就是给你一个 data set。这 data set 各位比较常看到 data set， 大概不是文字的，不然就是影像的 data set。那文字跟影像的 data set 呢，我们相对容易处理，原因是因为我们人本来就是符号以及视觉的动物。所以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是相对容易去解析这个 data set， 然后找出要对付这个 data set 的不管是辨识还是所有的问题 的特征，这是相对容易的。可是呢，当一个问题变复杂的时候，尤其像这种几乎是你每一次跑它结果都会不一样，它不是个 fixed 的 data set， 因为它是个 dynamic， 它里面有太多 random 在里面。那你的 data set 怎么样才是有用的？比如说以打乒乓球来看好了，同学他可能会先写一支程式去收集 data， 所以他收集了300万张，300万个 frame。 可300万个 frame 呢会造成一个问题，是300万个 frame 为什么没有用？因为只要有一个球过来的方向是你在这300万张里面你没有学过了，他 possibly 就不会过了。但是同学没有去想到这个问题，所以后来有个同学非常聪明，我觉得非常佩服他，非常聪明，他直接 hack 我们的那个 game，然后设法弄那个 game 哈，让我们那个 game 的那个打乒乓球，它永远不会死。他去改那个板子的长度，
那他永远不会死。然后他就给他放着，然后他就开始在那边跑，然后他会有一些 random 的机制，所以他把他放了一个晚，他第一个他不会死嘛，哈，他不是写 code 去先去打那个 game 去收集资料，他是先让那个 game 本身他不会死，然后接下来呢，他就反正他不会死嘛，然后他又让他给他一些 random， 让他每次反弹会稍微有点不一样，他自己反弹的时候不一样，那就会造成一个结果，也就是说几乎所有路径他都看过了，然后他就赢了。他就赢了，而且他不需要用到300万张，原则上他大概用到1万5000张，他就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了。我讲是打乒乓球啊，赛车当然就是另外。所以 我觉得他很重要的地方是我们太注重 AI 本身，而忽略了如何去观察 data。 我觉得他应该另外再开一门课来专门讲这件事情，也就是说我们如何去看待 data 这件事情。这是我觉得这门课需要被继续开发的部分。那假如上课的过程，我觉得在这门课里面有一个非常棒的过程，就是 我有看过，我在上面打字回答问题，有人在丢问题进来，然后有同班同学就直接在聊天室回答他问题了，我不用回答了。也就是这门课上到三分之二的时候，开始同学跟同学直接在自己回答问题了，自己在问答，那不用老师了。那你知道老师最希望的事情就是老师只要丢问题，然后什么话都不要讲，同学自己回答完，那就开心了嘛。这是我觉得我在这学期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这门课到三分之二开始已经有这个现象。那我会期待到底有什么机制可以去诱发同学做这件事情，就是你们可以互相讨论就把问题解决了，那大家上来都不会死，那我就每一个都给99分啊，那你就达到柏拉图的理想国了，而且我每个人都给99分，我可以给的心安理得，我希望是如此。也就是说我再强调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 AI 的很多课程太重视 AI 本身，而忽略了如何去从 data 里面去找出解决这个问题的特征，这是我觉得需要做的事情。好，大家还有问题吗？还有其他有问题吗？可以直接举手没关系。对啊，你看我们面对面都就都没有问题嘛，对不对？我们假如这个透过一条网路线，那问题就会跑出来。哎呀，没有没有，你可以问啊，因为我不认识你们，你把我当机器人好了。苏老师你好，我有个问题想要问，就是说每一个学年结束之后，这个班级可能会产生出一个，就是一些 model 出来。那请问像这样进到下一个年度的时候，苏老师，你会觉得说，让学生可能从零再打造一个这样子的model， 还是说呢，就是大家可以基于前一年的 model 开始，然后来就是训练，就是基于这个 model， 然后再把这个 model 更做 enhance 这样子。哪一个方式可能对学生来讲是会比较可能会学的比较多的地方这样子。好，我的做法是这样子。我的做法是前面两个作业就是过去的作业，所以同学可以上网去找前面的学长的第一名的那一个人来参考。但是我们每学期都会产生一个新的或两个新的 game。那这就是全新的，所以他用他刚才进来完全不熟悉这个平台的情况下，他根本完全知道不知道怎么打。可是前面两个 game 基本上你可以拿到去年学长的 code 以及他的 dataset。那你假如你训练出来玩的结果，你跟学长的 performance 一样好，就代表你做对了。可是我不能这样做嘛，因为同学就会继续抄嘛。假如上面的 game 都不变的话，那就是就是明年大家都会100分嘛，所以不行了哈。所以我每年都会产生新的 game， 所以这个平台我 promise 各位只要我还在成大，还在有在 run， 那我就会每年都增加新的 game。 那跟各位预告一下，就是这个是一个 2D 的 game， 然后胡敏君老师那边正在做 3D， 就是用 Unity 3D 做的。那也就是说到时候就是变成是 data 变成是 Unity 3D， 那变成是纯影像在做辨识。这个版本应该是在明年底或后年初就会 ready。好，这个版本。
然后 2D 的 game 会有新的 game 上去。好，然后还有就是，我发现这其实蛮有趣的哈，因为 COVID-19， 因为我有在华东办那个小朋友的自走车比赛啊，结果不能办了，哎呀，啊不能办怎么办？不能办就搬到线上来办，所以我明年也会增加一个那个 Broccoli 的版本，就是积木式的版本，所以小朋友不是用 AI 打，他可以直接用逻辑打，所以我就提供这样的 service， 所以我预计就是以后就继续提供新的 service。那以后我可能也会做一件事情是，是因为总不能老是叫我的团队来写 game 嘛，那是很累的哈。所以我们可能会，就比如说跟微软啊，跟谁要个钱，然后看谁愿意来写 game， 我们就给奖金这样子。就是大家一起来开发，那一起想新的问题，然后让这个平台上面的东西越来越多。那原则上就是你每年你会看到一个新的 game， 然后这个 game 你就会每年看到这个 game 破这个 game。Performance 最好的 code， 你就可以下载去看。但是你又会往上进步，因为 game 一定会越做越难的、啊。所以我明年应该会做更难的 game。我还在想要做什么，像是不是要做超级玛丽这样子？因为网络上有超级玛丽啊，所以我想做超级玛丽。但是这个苦了我研究生啊，所以我想说，他只要做超级玛丽出来的话，我是不是包10万给他？所以我去找那个十万。所以各位就是，假如你对这个 platform 有兴趣的话，可以来找我。那我们可以试着辅导你，把这个整个课程跟 platform run 起来，还是这样子。然后我们会继续更新这个 platform。那目前为止就是这个形式，但是这个形式不好，所以 Howard 跟我讲说你要把它打掉重练，所以我们就要打掉重练当中。啊，明年就有新版啊，但是这个版目前为止还在网络上，你都可以进来。好，那因为由于时间关系，所以大家如果有想找苏老师讨论的，可以会后去找苏老师讨论。那我们再次感谢苏老师，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